你走，赶紧走！大哥，你来，赶紧来！大哥，你赶紧走！来，快来！哎，金木，出去！今天的白沙，我去找伊，好多你去，走！做行政告别，请勿进来，等。我拄着听到门，讲有一串在大声的，唔知影敢有啥物问题啊？你想讲了你家己啦，门关起来，主行政会甲你泡屁就好啊！ 今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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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老公，你有见识这画面就好。有啦，我拍花有时阵，我都去调监视器的画面，但是吼，我看到这啦。所以你嘛是认为讲，这条火无像遐单纯。是啦。所以我就赶紧找这个卫兵来跟参警，我拢约袂好客杨队长看。我想讲，先来听看这囡仔安怎解释，再来决定要怎做。老警长，多谢你。若是确定这真正是一场意外，那安尼所有赔偿的责任啊，阮学校拢会担起来，请你们烦恼。多谢。这绝对是意外啦。阿妹呢？啊，不过我认为不是呢。我感觉，拄才的监视器的画面看起来是你，还有许世伟两个人以多欺少，在欺负朱新天。我哪有？李校长，你看好清楚呢。朱新天伊毛讲 QQ 啦啦啦，而且你袂当用这个监视器画面，无声音，你就家己讲家己丢呢。我敢有家己讲，恁头家那么感觉这个画面怪怪，恁都是看到火烧起来了，就外头做恁走，完全拢无顾朱晴天的死活。假使讲恁若是靠势，这个监视器的画面无声音嘛，都点点硬拗，那恁阮只好交予杨队长，好专业的人啊来处理啦。死搞啊，这公共危险罪，还有蓄意杀人两条罪加加起来，是要破案单，我才来替恁查一下。校长，你安尼讲对阮足无公平呢？啊，不是每一个人拄到火灾拢会当这么冷静啊！我嘛是会惊，嘛想要逃命啊！谁知影迄个门会甲伊关起来啊？对啊，啊而且阮嘛是有拍算后尾求救啊！啊，阮总袂当啊为着迄啥物同学情谊啊，就踮伫遐陪朱婷婷遐浓烟吸到饱啊！求救？你阁正敢讲诶？我明明就有听到，你哪敢哪讲？门一关起来，朱婷婷会家己走出来。哎，你们硬啊！我哪有安尼讲啊？我，你真正说谎不打草稿，我嘛有听到好无？阮就是听到你安尼讲，才知影晴天有危险，才走去弄门救人。校长，老哥你话，你讲的无唔对啦，囡仔无讲哦，唔吃人啦，徛在教育界的立场来看。确实是应该或者做唔到代志囡仔淡薄仔假事，安尼，因才有法度了解什么是认错，还佫负责任。所以我支持你提出告诉。所以啊，咱就把这个影片交队长，让伊去处理吼。我着真正唔是阮做的啊！对啊，着真正唔是阮做的，是安怎硬逼阮承认啊？啊，佮你硬拗！敢讲真正出人命，恁两个再惊死？无唔对啦，自头到尾哦，全部拢是借口。我看这个头家娘啊，伊好心啊，用唔着所在啦，伊拢答不着恁一句啊，诚心是灭会失的呢。头家娘，我看这个鸦片啊，我就直接交给杨队长吼。好，三岁看到大，四岁看到老，恁拢已经满十八岁啊。
点仔是非对错的观念拢无。我看你的人生嘛是乌有啦，我着借这摆机会教你安怎做人。爸，卡松咱即马入去，该当天气卡松尔，咱搁当从啥？那师弟替恁弟弟妹妹想买，因就该我靠势，拢在检讨，迄个真正是世人叫卡啊！所以爸，你即马意思是，咱即边就卖管伊啦。咱这边，分太济大铁棒，因才知惊。啊，那文英我拢袂大汉，咱来等。孔子，侍卫，今麦是安怎？妈祖出巡了，啊，不是要两脚卡跪几拜，是要创啥？我跟阿姐，你怎么上来啊？孔子，侍卫，用欺负我是吧？咱家的人无凊彩伫跪的，起，弄起。老家娘刚经完两年啊。我真无简单，才替恁争取到和头家娘完两的机会。这种这样无诚意的道歉，不如就卖跪啊。那安尼你弄起来。老家娘，安尼，你就公事公办啦。校长，别安尼啦，我勒乖乖啊跪啊！即摆是安怎？你讲啥？因来教授就对啊啦。谢同军啊，你莫跟他拄回锅做校长，就开始报鸟屎啊弯啦！我所做一切拢是合理合法的。老干娘，我家这两个囡仔无值得人的原谅啦。既然你嘛认为讲，因两个人的行为真可疑，那呢，你就直接提出告诉。谢同军，今麦这一切，拢是你伫变鬼变怪的无？阿姐，你别冲动了。对了，我阁想要毕业。小王，你要爱安怎才愿意放过阮孟子甲四伟？面对品行这么歹，搁一错再错的学生，我当然嘛是要用上严格的方式来处罚伊。那是罚了收轻啦，你拢无当作一回事呢？这是我做一个校长必须的坚持。我袂用甲伊两个转学就好啊，干需要来你学校好你欺负啊？转学。因啊，一届过一届挑战学校的规矩，严重伤害着学校的名声。就算讲要离开啊，嘛是要等到伯顿出手，甲因开除。我应该放在另外的学业记录上，留一个污点的。今仔日烧掉的是头家娘的心血，你是不是应该带头？向头家娘有淡薄仔表示，就算讲囡仔毋是超工的，你嘛应该针对这件代志，好好向头家娘分析一下事咧。而且是爱让伊感受到诚意，安尼才有遵守。我阿姐，这个，好，
头家娘，是的，听你酒色也好怪，放这囡仔一条生路，卖给因的人生，因为安尼，伊记着好点，拜托你啊。杜光亮，这次是我给你的淡薄驾驶啊，你欠我的，以后我会一件一件找机会讨回来，我会让你知影。我谢东俊绝对无这样软食，惹到我，你嘛无可能这样好食过。好啦，我想头家娘应该是有感受到你的心，起来。头家娘，我今日这确实是一场意外。你都看到咧，因这么有诚意哦，甲你道歉，想要弥补你的分上，你都莫阁甲因计较。啊，若赔偿金的部分啊，我会尽我的全力替你争取到相关的金额，绝对袂让你有任何损失。好啦，那呢，就麻烦头长，我阁应队长，这道的火灾是这个囡仔无顺利造成的，我会私底下甲因解决。这个若是讲有法度替您报仇，您敢要相信？阮当然嘛相信这个。安尼代志就好办啊，只要您好法配合我，那呢就无问题啊。啊，是啥物代志？我要爱您去刺激伊，互伊生气，然后才乌克兰回跳。你爱阮去刺激伊？这个，我可蒙子今摆拢去互伊点油做记号啊。啊，啥物拢想袂赴啊！啊，若是搁伊家底啊，你根本就自找死路啊！免惊，只要恁刺激伊，互伊抓狂了，自然有人会来收伊啊！孟子，安怎？你无相信代志啊？我毋是啦，只是心肝内还是会惊惊的。惊啥？有这个伫个啊！迄、那个谢青生，伊只是即马好看头尔，其实哦，伊是纸老虎。你想讲伊即马通啊等于伯顿父子，是靠伊家己的才调。这个，你的意思是？这个即马背后有一个足厉害的人，啊，这个人哦，即马甲我合作白金安，就是因为有这个人斗三工。这夏静心才有法度当伊做校长。啊，既然你甲迄个人遮尔啊好着，啊，伊是安怎来帮助谢东俊啊？啊，这根本就是颠倒头尾的代志啊！戆因啊！你也想看卖？咱即马甲这个夏静心捧得悬悬悬，愈悬愈好，时到咱才一脚甲站落来，安尼才会予伊写甲规身躯脆骨骨。这位是？这位就是坦多啊！我讲化水会跟党的大人物，那是土谷的大头家，等等的。以后就叫我忠诚一下就好。